还记得第一次在社团见到你，虽然那天你都没有看到我，我都一直在旁边偷偷的看着你。当天玩了什么，认识了谁，其实我都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你每一个小举动。Growing up, I watched so many romantic movies and fantasized about finding true love, wondering what it's like. All the places in the world that you ended up in Pullman, a place full of wonderful memories of you and me.Even to this day, I could think the story of how we met is like a scene out of a movie. Oh! 恭喜你来到闯关环节，想要接走新娘没有那么容易。接下来有三个关卡，通过所有关卡就可以接到一会喽。说出新娘的五个优点，限时十五秒。很美丽，很善良，然后很可爱，然后是外表，很内在。善良是外表，然后很会做甜点。再一个，对我很好。哎，先转三圈哦。对。好人。哎，不要动。好。是这样子吗？喜欢你从外表开始，而爱上你却从相处开始。在你面前，我可以卸下伪装，大胆做自己。你愿意包容我的幼稚和无厘头，愿意听着我天南地北的聊着你没有兴趣的事情，我们好像有聊不完的话题一样。我喜欢听你分享生活里无论开心或难过的事，喜欢和你一起出去旅游，用相片记录我们旅行的每一刻。你是上天给我最棒的礼物，我想每天醒来的第一眼见到就是你。我想每天都能牵着你的手回家，我想我的生活里每时每刻都有你。哦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像错别人了。帮我转过来。照顾一会，然后请你们放心。你是我们一手一把手一把手的把你抚养长大，那你找到 Cody， 我们很开心，很欣慰，你找到真正的一个男子汉，宝贝女儿，从小我就是捧着你长大的。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妈妈的心头肉，我可以自己生命不要，但是妈妈希望你幸福。今天不管是走到你天涯海角任何一个角落，只要你幸福，妈妈都祝福。宝贝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哭。我们今天高兴，我们都不准哭。开心。哎，找到幸福，开心。爸爸，爸爸真的从小都让我不用担心任何事情，然后都
虽然很管我，但也没有真的太限制我。你反抗力很厉害呀、啊！我们家是开明的，没关系。想到你吧。我们之后会尽量，我们会去看你们的，看你们。不然你们回来的时候，会尽量挪时间安排出来跟你找你们玩。Thank you for being my husband, my best friend, and my future lady's father.